跟住有请系有四号嘅许子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四号许子轩 Saka， 今年25岁，我毕业于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罗斯商学院，主修金融同埋战略管理。畢業之後，進入紐約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擔任 Investment Banking Analyst 投行分析師一職，亦都啱啱獲得咗牛津同埋劍橋大學嘅 MBA 錄取通知書。我喺22歲嗰年出版咗自己嘅第一本自傳，所以希望通過今次將咁精彩嘅參賽經歷寫入我嘅第二本書裏邊。最後，我嘅興趣愛好係專業調酒、salsa 舞、tango 舞、打邊爐同埋食雲吞麵。多謝大家。怎樣可以打邊爐打得很專業呢？但很厲害，你讀書是讀戰略管理，一個很特別的項目啊！啊，我們的佳麗真是厲害，她只是用一個很簡短的自我介紹，應該很快令到我們的現場朋友有一個深入的印象。好，企一陣先。我也很記得她的嗜好是打邊爐和吃雲吞麵，是吧？ OK， 厲害。好，唔該曬你 ，thank you。